30日，现年48岁的王林在微博上晒出一张自己躺在病床上毕业的照片，并配文：最难的时候熬过去了，健康比什么都重要，给自己加油，也愿所有人都健康平安。微博一发出，引来了网友们的诚挚问候，大家都纷纷叮嘱王林要注意健康，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照片中王林躺在病床上，似乎他好像孩子盖了枕头，王林用被子遮住嘴巴，对着镜头毕业，虽然说开了美颜磨皮，但是依然掩盖不了他的憔悴，他看起来很没有精神，双眼无神，看起来很累，仔细观察还有白发。其实早在五月份的时候，王林就去过医院检查身体了，当时他还发文表达了对医护人员的感谢，而且还热情地和医护人员合照。不过那时的他完全素颜，从照片中可以明显看出他眼部的鱼尾纹。素颜的他虽然依旧美丽，但是和旁边的年轻女性比起来就显得很憔悴，眼睛也特别无神。不过再怎么说，王林还是保养得非常好的，不过毕竟是48岁的年纪了，还是要注意身体才行。但愿王林能够尽快好起来，不要让喜爱他的粉丝朋友们担心。